我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乖。讲到健康哦，在台湾哦，这个每人每年哦，听说吃一大堆猪肉，那猪肉哦，包含瘦肉精、美猪，要不要进来台湾哦？食安问题都吵翻天。哎，可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不管有没有瘦肉精哦，即便没有瘦肉精哦，你吃的猪肉哦，到底它的营养素在哪里？然后到底要怎么挑部位？那怎么样做一个健康料理？这里头都大有学问。比方说，同样是猪肉，像我手上这样的这一个猪脚、蹄膀，或者是五花肉、梅花肉，它是相对油脂跟热量比较高的。可是，一般人哦，或者某一些这个排骨饭哦，这个吃的里脊肉，就是相对的蛋白质的营养素比较高，而热量比较低的。那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喜欢做绞肉、做卤肉，还有一些人冬天天气一冷，喜欢买这一个排骨来炖汤。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各种不同部位跟不同的猪肉呢？待会我们要好好的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好，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刘伯文医生，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洪素清，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谭敦慈谭老师，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秋香姐姐，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巫国志师傅，大家好。好，再来也是我们的法国主厨料理好朋友志英主厨，大家好。好，我先问一下素清哦，台湾人吃最多的不是鸡肉就是猪肉，那猪肉真的一天到晚都吃得到，比方说卤肉饭，比方说水饺，大多数都包猪肉，比方说早上吃一些馅饼啊，也是猪肉，很多人吃汉堡排里头也有猪肉，然后呢，上班族喜欢吃排骨饭的，有些人喜欢吃控霸崩，哎，有些人喜欢吃底咖，哎，low底咖，那你会发现哦，猪肉是国人食用最大的这一个肉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哎，可是猪肉因为是红肉，是，这些年健康意识跟这个很多饮食观念的调整哦，有些人也会担心哦，猪肉如果吃的不正确的话，可能饮食跟健康风险的疑虑就比较大。没错，你要知道台湾以前呢，其实养猪非常的兴盛，所以一度我们台湾的猪口是比人口还多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哎，为什么近几年大家的肉的消耗量也渐次的往下降，尤其猪肉的部分。可是主要呢，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它是红肉啊，红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之前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又说红肉可能是致癌物，可是事实上主要跟烹调的方法是有关的。那红肉的好处在哪里？以猪肉来讲，大家知道第一个它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因为毕竟我们人类从免疫到我们所有的很多都是需要蛋白质，所以第一个它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那第二个部分呢，因为它红，所以大家知道铁质是丰富的，好，然后包括我们说铜啊、锌啊一些矿物质，以及很重要的就是维他命 B 群的部分。很多吃素的人，他可能会如果长期吃了之后呢，如果不吃蛋不吃奶，它会造成 B12 的缺乏，所以还是因为 B12 呢一样也是造血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B 群来源。那可是很多人都说，那猪跟其他的红肉来比，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第一个至少比较好，就比牛跟比羊，至少它是便宜的嘛，相对来讲同品质它是相对便宜，所以那便宜的肉就要更谨慎选。为什么呢？猪有一个缺陷，如果跟牛跟羊来比，它是相对脂肪含量相对多的哦，所以如果不会选，一不小心吃下这个铁跟吃下这个蛋白质的同时，就会吃下太多的油脂。那另外一个部分呢，猪肉为什么要特别小心选？这一集为什么要特别仔细看？因为猪肉跟羊肉跟牛肉来比，它的寄生虫问题也是要特别小心的，所以这两件事我们要留意之外，猪肉很妙，它那个各部位的热量差很多，对，一吃错了呢，你可能没有吃到太多蛋白质，反而吃到的是油，所以它便宜，它也可以非常好吃，但它选的时候特别要有技巧，而且保存或什么，因为寄生虫问题嘛，也要特别的小心。哎，真的，请教一下刘医师哦，好像猪肉不同部位营养素有差，脂肪含量有差，热量也有差。对，刚刚素清讲那么多，其实我们讲说 B 群很够，然后它的蛋白质也 OK， 但油特别多。那尤其是它猪的最瘦的瘦肉也有 10% 以上的脂肪。好，那很多人就说我们常健康的时候告诉大家，哎，吃这个主厨啊，这是准备什么肉，这是什么肉，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好，我想这个当然很贴心，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从这边看，这样它这个是每100克，我们大概含的这个热量。每100克的这个热量。对，你看，譬如猪耳朵来讲，就228，好，大概是这个大概哈，这个有时候会变。你看我们很多主厨他用喜欢用松板肉这个地方，它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猪脚的这个地方，大概100多大卡，好。哦，所以脸颊跟松板的热量比较低耶。比较相对低哈，但它的油脂那个油花，其实炒起来说，它的一般。它分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OK， 所以很多人组织想用这边的肉哈。那一般你看夹心肉跟我们这梅花肉，你看梅花就330大卡，好，夹心肉的216大卡，我们最热量最多是五花肉。
我们常讲五花肉最肥，对，五花肉这地方呢，你看到其实它统计380，有时候会到400大卡。那基本上来讲，是我们常讲看这个。我们人也是一样，最怕是腹部脂肪，对，所以这地方是最油最多的。好，这就是猪的腹部脂肪，对对对，没错，猪就在这里。没错，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呢，部队常常就吃这个哈，这个五花肉，因为就是要我们吃嘛，哈，满足饱足感最够。对对对对，那五花肉常常料理成东坡肉。对，没错没错。好，那一般你看大里脊肉在地方181大卡，相对热量是。其实你看大里脊跟五花热量差一半，差非常多。好，那这个的腰内肉在地方115大卡，其实它这个是热量非常低。对，那基本。上来你看后腿肉哈，那腱子肉大概都100-200多大卡，腱子也比较瘦。对对对，那我特别强调蹄膀这个来讲哈，蹄膀为什么热量竟然比五花肉低？其实蹄膀来讲，它热量变化非常大，有些是200，甚至我查了还有到300、350、360都有哈。这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跟那个饲养那个猪，那个猪有运动的话呢，哈，它这个热量会比较少。那个猪没运动的话，每天在那边一直喂，你知道我们常常拜拜看那大猪公嘛，那个其实它热量非常非常高。所以肥猪跟肌肉猪不一样。对，没错啊，这样子哈。其实我们台湾还，我上次碰到一个女生跟我讲说，理事长吃猪尾巴好像热量比较少。各位你看一下，猪尾巴其实呢也是300多大卡，所以也不会输五花肉，也不会输。对对对，好。那我们最常人吃到是瓜莲巴，你记得收在瓜莲巴，它是253大卡。很多人问我说瓜莲巴是多维，其实瓜莲巴是我们的横膈膜。横膈膜来讲，其实在猪的我们胸腔、腹腔围起来的地方，所以瓜莲巴你记得收在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各位如果说你们这个是，其实我们吃猪来讲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对，如果你在料理当中你要避开高油脂的话，可以参考这个所谓卡路里的这个热量来参考，这样的话你可以达到一个健康吃猪，又可以避免吃太多油脂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请谭老师先出来。谭老师另外要分享的是猪肉的料理，从采买就要很注意。首先第一个，谭老师采买肉都会带这一个保鲜袋。对，而且哦，我给镜头拍一下下特写哦，这种保鲜袋，哎，本节目不是购物台，但是哦，稍微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谭老师的保鲜袋是可以保温的，对，就是比较低温的，对对。所以如果买海鲜跟肉类，你都会用这种保鲜袋，对，哦，对，所以我都会再跟他们要一个冰块，哦，让它维持袋内的低温，对。对对对，所以不止这个保低温，你还会再额外要一包冰块，让它低温，对。对，好，这是采买第一个哦，波妈妈可以分享哦，保鲜袋还是有它的功能，对。好，那第二个是谭老师呢，采买猪肉有原则，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块，这一块是一般的猪肉片嘛？对，而且是里脊肉、瘦肉部位的猪肉片。那谭老师听说你都会挑有 CAS 的，我会有双认证啊，比如说 CAS 加什么什么猪。那谭老师这一包肉还很特别，看到没有？这个白色的纸好像是烘焙纸嘛？对。好，谭老师是不是也分享一下这个烘焙纸你怎么包的？其实哈，因为我们家吃东西是以配给制，就是没有多的啦哈。那我们家比如说我今天是我跟我小儿子就一人一片肉，然后他带便当的话就一片，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把就4片肉，对对，就是每一次的分量，然后就把它用这个烘焙纸包起来，就一份一份装，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这就是你一次料理的一份量，对对对，然后我把它弄好之后，我大概让它平了之后，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到这个保鲜盒里面。谭老师，这种保鲜盒我给镜头拍哦，这就典型的玻璃保鲜盒。以这一盒来讲，你配给了3份，来，我给镜头拍，这里一份，这里一份，然后前面还有一份小份的，对不对？对对对。那这个，请问林妈妈，这3份怎么配给，怎么分类？其实哈，像这个呢，就是绞肉。哎。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哈，我如果比较有空一点，这个因为今天是晚上就要吃，所以我没有把它就是把它铺平。那如果自己就是你要比较久的时间吃的话，要尽量把它铺平。铺平，因为你铺平之后再把它包起来。你连绞肉打完，你都会这样包而保存，就是一份一份的，因为你不要每次就一堆拿下来退，然后吃不完的又放上去，而且这样子很扁的话哈，你下次退冰的时候非常方便。所以你才故意把它压平，对对，这样料理的时候也会快。对，退冰的话非常快。好，那谭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料理过的肉。这个还没有，这个是松板肉哈。那松板肉因为它有的会有一点点油花，对，那我就会先那个用刀子把那个油花都去掉。可是这表面不是熟了吗？没有没有，然后去掉之后我就会穿烫一下。所以这是穿烫过？对，穿烫过，但是没有很熟哈。然后我就会先预先调味，比如说我今天调的是五香跟那个胡椒，那我就把它还有一些盐，就把它整个抹上去。
那这个呢，就是大概也是一份的量。嗯，然后我如果出门之前我就把它拿下来退冰，嗯，回家之后它已经退完了，我就把它这样子的一片放到烤箱去，嗯，然后让它烤熟了，就是一道菜。哦，所以你买的松板猪，嗯，以这个部位来讲，嗯，你把一部分你认为比较油的先切掉，对对，然后你穿烫。可是穿烫它只有表皮熟，對對對，里头还没熟。对。可是穿烫完之后呢，你仍然可以给它调味。对。今天这个是五香加黑胡椒的口味。对， 對。然后你放冷藏还是冷冻？其实我把它冷冻。哦。对，因为这个没有现在马上要吃的话，就把它冷冻。那比如说我是明天晚上才要做的，我就明天早上去上班前把它拿下来放冷藏。嗯。好，谢谢唐老师的分享，谢谢。好，刚讲到猪肉从采买呢，来自于这一个分类、包装跟料理都要非常注意，你才可以摄取得到它的营养价值嘛。刚刚是唐老师分享，那接下来秋香姐姐要分享这个季节非常好吃的养生黄芪松板猪。是因为天气冷了嘛，总是要总一点点那个温暖的东西，所以我就用了一些中药材哈。那我用的中药材呢，里面有黄芪，就是用到8钱到1两都可以。如果我的猪肉片比较大的话，你就用到大概1两哈。那这个当归呢，就是1.5钱到2钱左右，那这个就是桂枝哈，哦，这个是桂枝，是桂枝呢，就是1.5钱到2钱哈，嗯，那再来呢，那个是枸杞就是3钱，嗯，好，那那个黑枣呢，我就放大概10颗到15颗哈，嗯，因为有的人喜欢就是煮好的黑枣，觉得很好吃嘛，嗯，那这些药材呢，我就会用3碗的水，嗯，然后用锅子，一个就是不要用铝锅，也不要用铁锅哈，嗯，陶瓷锅或者纯不锈钢锅，小火就是煮滚了转小火，15分钟熄火给它焖着就好了，好，就煮成这样子，是，那这个就是养生的黄芪、当归、桂枝。那枸杞跟这个黑枣的这个养生汤汁，是好，这个养生汤汁就可以入锅来料理。对对，那秋香姐今天这个配方搭配的松板猪，大概将近1斤的分量嘛？哎，我就2片，而且叫它特别留大片的。好，所以这个应该有1斤左右的分量嘛？所以观众朋友要做类似的料理，自己去抓比例，因为今天是要搭配这些肉量跟材料的量，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碗药汁也是相对大碗，是，大概呢这个都是差个2钱左右。但是2钱的话，黄芪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好，我们先热一个锅子，基底就是像麻油鸡这样子的一个基底了哈。好，我先把这个姜片下去，姜片先下来，因为我们姜片稍微的扁一下，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再扁这个姜片哈。可是扁这个姜片，这个时候它姜片应该水分会流失，就会干香。对对对，会稍微的干香一点。那我今天用的这个像竹姜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薄，然后很快它就会释放香气出来。哦，稍微的把它在家里，你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扁久一点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做节目不太可能那么久。这个是麻油嘛？对，麻油。哦，麻油扁竹姜，对，哦，香。那我会把这个桂圆哈，稍微的给它哈，就放在这边加热一下哈，我到这里就觉得很补了，真的。所以桂圆跟我们的松板猪肉，这个时候可以一起入锅炒，嗯，对，就会很搭嘿，这样子哈。哦，你看麻油又香，姜片也香，是。可是秋香老师在煸这个肉的时候，我就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为什么刚刚你会觉得，哎，谭老师去买个肉还要带那个保冷袋，有这么麻烦吗？其实呢，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因为国人很喜欢吃温体猪，所以也习惯去传统的肉摊买肉。不过他们之前曾经调查说，如果你比较说你去买冷藏的肉跟常温保存，比如说大概25度这样的肉，那你去比较他们的细菌的含量，因为我们人也会有细菌嘛，那猪肉它本身也有菌。那就比较就发现哦，每1公克的猪肉啊，在常温保存的这个啊，它可能1公克就有100万只的细菌啊，可是用冷藏呢，就只有1万只哦。所以两个它100倍之外，如果你继续把它放在常温25度的话，每半个小时它就会增加1倍，好，是等比级数哦。所以你半个小时之后，它就是200万，再过2个小时之后，它是400万。所以它估计3个小时之后，如果你没有保存好，它相当于腐坏状态。你可能觉得还 OK， 没有闻到异味，可是以它细菌的量，它是相当于坏掉了。所以建议大家妈妈们，第一个可以试试看冷藏肉，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带保冷袋去买，看看猪肉它有没有冷藏。第三个，因为那种东西可以市场爱盖干嘛嘞，对不对？最后再买肉。好，那我们现在的香气都出来了哈，这个时候先下米酒哦。好哦，反正这个米酒哈，哎，制作单位出钱，不是我出钱，说怎么加下去哈。是，那给这个酒呢，一定要煮滚一下，因为什么要先把酒煮滚？因为酒煮滚了以后，那个酒的米香跟一个鲜
鲜甜味道就会进到猪肉里面来。这个时候你在吃，不管是麻油鸡也好，或者是这个猪肉也好，煮出来的麻油鸡就会特别好吃。吃肉的同时搭配很多蔬菜就好了，就是让你非但蛋白质可以摄取到，你也不会有体质不足，因为你缺铁跟缺蛋白质就是贫血的最大的原因。猪肉里面它有什么叫锌？一个锌如果过低的话呢，你很容易感冒，会容易气喘，容易夜咳，甚至还容易怎么样掉头发，指甲会容易裂掉。很多人在煮麻油鸡就是一起水啊揪制到顶嘎，那就不好吃。那现在就可以，那我的调味就很简单，我就给两三颗的冰糖，因为提鲜哈，提它的鲜味。好，再来就是把这个药汁加进来。哦，现在我们这里闻起来好香哦。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刚刚讲药汁跟这个药材要分离，对不对？是。那可是黑枣是耐煮的，你会把黑枣额外再下去？因为它很好吃，它等一下就可以吃了。哦，黑枣待会泡了这个汤汁也好吃。对。而且黑枣本身也有一点鲜甜味。是。而且汤汁应该也会鲜甜。对，而且它的纤维很多，纤维值非常的高哈，那我们这个就是再度的煮滚就可以了。但是我要把这些像山药啦，或者这些菇啊哈，你就可以自己挑喜欢的菇就加进来，后面再加。是，所以这个时候要补足膳食纤维跟其他的配菜哦，像山药跟菇在这里都非常合适。是，其实像我们羌老师做法就很聪明，因为很多人呢、啊，他因为养生，他就后来几乎都不吃红肉。结果呢，有一个医生，他们之前他们就配合杂志去做台湾的那种长寿村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在一定之后开始注重养生之后，他反而有一些铁质缺乏的状态，或者是因为 B 十二缺乏，肉类就是蛋白质吃太少。所以我们秋亮老师做法是很正确，就是我们吃肉的同时搭配很多蔬菜就好了，就是肉量还是有，但是搭配的正确，这样你非但蛋白质可以摄取到，你也不会有铁质不足，因为你缺铁跟缺蛋白质就是贫血的最大的原因，所以。重点来的不是不能吃，而是量跟搭配。好，那同一时间，我们秋香姐姐这一锅，哦，好香哦。是，好了，那就让它漂亮一点哈。我们把它荡一些，我的水给它把它洗一下这个枸杞哈。我们最后再准备哦，再加一点点的枸杞。对，所以我们枸杞可以分两批，是一批是煮我们的药材的时候让它入汤汁入味。是，好，那这个是擦腮红啦，点缀一下，美化一下，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药膳养生料理耶，是啊，现在这锅看起来超强大的，是，感觉他在餐厅卖1200也没有违和感。是，对。然后最后我们再加盐巴哈，很多人就是说我煮麻油鸡加盐巴会苦掉，是因为你跟酒跟盐同时下去，如果最后酒精已经挥发掉了，我给它淡淡的一些盐巴下去，其实它是一个提鲜的一个做法。所以盐巴最后再调，是这样已经 OK 了，好，那我们来试吃哦。哇，我们秋香姐姐这个养生锅料理好好吃哦。而且这个真的又浓郁，然后又甘甜，然后这个松板肉真的很脆，我觉得松板肉就好吃，它那个脆口感非常的脆。对，而且刘医师，松板猪哦，你刚刚讲哦，部位上哦，它相对有口感，可是它的热量跟这个脂肪的含量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对，它100大克里面大概就140大卡，其实它热量来讲跟什么五花肉比起来是低的非常多哈。那我觉得秋香姐这个做起来，我们真的是很甘甜了哈，这个整个龙眼啊，这个枸杞的甜味融在里面。那我们这样松板猪这样做起来的话，料理呢哈是非常 OK， 但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刚刚讲过，它其实它这个100克里面还是有大概将近半碗饭热量，所以麦光我配饭之后煎好能哇三万就可以哈。跟刘医师说，这个好像这块猪肉这个地方热量稍微低一点点，就两碗饭下去，这样的话热量当然超过了哈。所以我们一般讲，我们要聪明吃红肉，红肉来讲就是怕这个油的问题哈，所以相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所以我想热量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刘医师，你们会建议有红肉一天可以摄取量大概多少 ？OK， 其实我们常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哈，我们很多问说这个红肉现在建议说，因为我们加工肉品是这个一级致癌物。然后呢，这个一般的即使没有加工的红肉变2A哈，所以当然引起了世界很多的畜牧业的这个畜产业的反弹哈。那我们这个建议各位就是说，很多人他们离癌，尤其离癌癌友来跟我们咨询，他们很担心，非常担心。所以刘医生，你都建议我们要吃白肉，那我们的红肉吃一点会不会怎么样？结果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说你一个礼拜哈摄食大概一次，大概一个礼拜有吃到2到3次红肉的机会，每一次的话是你自己手掌里面大概1/3个手掌的红肉都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比较担心是说，如果说是你每天早餐不讲，中餐晚餐都有什么猪肉牛肉，
然后每次都吃了半个手掌那么大的话，这样累积下来的红肉量是非常可观的哈。哎，可是我打个岔，很多人可能中午吃水饺是红肉，晚上吃排骨饭控辣崩也是红肉，对，就是说，其实，在国人的饮食习惯里，红肉尤其是猪肉饮食哦，这一个使用的比例最多，而且最广。其实它就跟它里边的这个，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讲一讲补血补血，是因为红肉里边它这个带这个铁这个血红素比较高，那这个对我们这个血液的这个红血球生成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红血球这个它里边血素高的话来讲，事实上它对我们这样，我们讲说这个很多cancer 是跟所谓的亚硝胺的形成有关系，它这种带这个铁的血色素来讲，它会促进亚硝胺的形成。我们知道很多防腐剂有什么啊，硝酸盐变亚硝酸盐，经过胺然后变成亚硝胺的致癌。那它这个红肉过多的话，它会刺激这个转化会更快。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要聪明吃肉啦，所以基本上不要太过于恐惧红肉。那我们要聪明吃肉，比如刚刚林官讲，你如果今天中午吃一块这个肉霸崩，那你晚上可能要这样选个鸡肉或者选个鱼肉来搭，要变换，对，要变换它，不要老是吃红肉，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温师傅也要分享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吃的黑胡椒里脊肉。是的，好，首先呢，我们用这个黑胡这个里脊肉，然后这里脊肉就买这个切片的这种就可以。这个比较接近有一些火锅肉片也是这种片。对对对，但是这种里脊肉因为油脂含量很少，所以它本身比较这个涩一点。对，那我们稍微把它就需要润一下，调味一下。有学生时代，如果烤肉一定是这种肉。对，而且一定要切这么薄，因为它真的超会吃，所以吃一片的时候都要夹两片吐司。对，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加一点盐来调味哈。这个就是一般的火锅肉片里脊肉片嘛，啊，加一点盐调味。那怎么样把瘦的里脊肉这个调味成美味哦？这个也很重要。对，那我们用了这个凤梨汁，新鲜凤梨哦，这是新鲜凤梨打的凤梨 汁，因为凤梨它有那个酵素，那它不用太多，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你打那么大碗干嘛？这样子要再炒，炒也要，因为你当然吐司有没有要抹这个才会量才够，对啊。温国志要给大家吃的是健康版的黑胡椒里脊，我们现场处理好，好，那这个一点点就可以，不然待会会太。这个糊掉肉会，真的，肉真的，对对对，这一点凤梨酵素这么强大，超强的，不然有些肉会吃起来整个都吃这个，真的哦，我不相信，你把一块泡在那里面试试看，啊，待会你可以夹十片，没有，他觉得口感可能会有差了，对不对？对，因为这个已经是比较薄的薄片了。对，好，我们加一点蛋液哈，一大匙蛋液。好。所以蛋液跟凤梨汁是我们首先软化跟美化这个肉质的口感的关键，是因为蛋液下去这个肉也会比较滑口，然后也把它这样做一个这个半圆开来。那这样子家里头的这个火锅肉片终于有一个新的出路了。是，我们像我们这个肉片啊，后腿肉片都可以透过这样腌制的手法。对，好，把它拌开来之后呢，我们加一点这个玉米粉。好，玉米粉。好。通常这样子的腌制跟搅拌要多久入味？因为这肉片它是属于比较薄的，这个马上腌马上就可以。好，所以薄片还是有好处嘛。薄片第一个容易入味，第二个容易熟，容易烹调。但是薄片没有处理好就会口感哦涩了，对不 对？所以薄片的处理仍然需要技巧。对，这个这样子拌匀哈，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做烹调。好，我们先放一点油哦，要来炒。那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哦，还包含了红椒、黄椒、那黄瓜、洋葱，这个都是基本的配料。那这个亚洲厨房的葱姜蒜哦也不能少。对，好，我们这个肉片的部分哈，我们把它摆下来哈，给它预熟。好，你现在先下的是肉片。对对对。可是它是薄片嘞。对对对，因为这个肉片呢，我们要炒这个猪肉啊成品的一个成色哈。对。这个肉的部分一定要先预熟，因为我们有腌过这个调味料了，蛋液啊、淀粉啊这些都会。让待会我们在整个食材做一个融合的时候，都会让食材呈现有一点糊糊的一个颜色哦，所以你要先给它预熟之后呢，它断生了之后，它的蛋白质就不会污染到。所以每次我们如果没有像做炒起来就勾勾起，就是脏脏的菜的，脏脏的，对对对。所以卖相差别就在这里。对对对对，好，一般我们在餐厅的话，像这个手法是过油大量的油。所以我们现在先让它预熟。对，
对，确实，而且以它是薄片的状况哦，它现在有一面哦，已经感觉出有熟了。对，这样子变色就可以，哎，变色就可以了。嘿，变色就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全熟，全熟要先把它捞出来。对，因为待会我们待会还要再烹调嘛。哦。所以在餐厅的传统的手法在这里会过油，所以为什么很多过油的它会嫩？可是它一过油，它相对油脂含量就高了嘛。对 对。可是师傅今天的预熟的手法是有一点点煎它。嗯，对。好。那维持它表皮的熟度就够了，也不用到整个肉全熟。对，这样就可以了。嗯，其实在家里头买一块肉很简单，可是绑成肉条感觉很 polo。就对啊，不论男女都怕脂肪肝啊、担心肺癌，适量的摄取这个番茄这个熟成哦，老实说对这个脂肪肝啊跟肺癌的预防也有帮助。所以吃的又好吃的又健康，还可以防我们现代人最怕的疾病。把它先取出，那我们先把它取出来哦。接着下来我们要拌炒的就是我们的黑胡椒的调味料，对，新香料哈、一样哈，洋葱啊，还有我们这个三色彩椒，这些都是这个黑胡椒酱里面很容易取得的基本的配菜，基本的哈。哦，我懂，所以它的味型就会先定住。对对对。哦。你腌制的过程里面，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定住，因为我们的。粉啊，还有蛋液哈，熟成之后会把肉的肉汁包起来，对，肉的肉汁跑不出去，吃起来就会嫩。好，所以现在肉还没全熟，可是我们先把它取出来。对，好，接着下来我们要炒的是新香料。好，来葱段，葱段下去。那刚刚锅子里面还有一些油哈，我们不需要另外再加油。蒜片，蒜片。我们温师傅炒菜做菜也是很重视卖相的，对对，跟他本人很重视外形一样。你我现在这样子吗？所以你要说，没礼貌。对，你要说是有什么意见吗？对，等一下他是天王哎，没礼貌。好，好，哎，师傅，我们现在炒香我们的新香料。对，洋葱的部分啊，那我们把这个所有食材切的这个大小均一，待会呈现出来的一个口感啊，脆口度就会一致。好，把这个葱跟蒜头还有洋葱，把它煸到整个的一个香气释放出来哈。哎，好香哦！这个葱香跟洋葱香跟蒜片的香融合为一，是今天是台湾灶咖台菜小天王哎，灶咖。对对对，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个黑胡椒料理的时候通常会加那个酸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番茄酱。好，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凤梨来取代这个番茄酱，好，所以也可以一般吃肉的部分。凤梨酵素也可以加速它的一个消化，这样子 对，所以它吃起来更健康，对，然后它的口感也会增加它的美味，是。那它替代了番茄酱哦，它有一样的口感，可是它的营养素就更好，是。好，这样把它拌炒均匀之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这是那个凤梨丁，好，凤梨丁，好，凤梨丁下去，这样增加它的口感，好，那我们的这个。凤梨汁哈，凤梨汁，这个是连纤维质都不去的，对对，所以哦，这个凤梨心、凤梨纤维都可以善加利用。是，然后我们的乌醋哈，乌醋，好，哦，有香哎，对，还有我们的油膏，哦，哎，有香哎，那个凤梨的酸香立刻有那一个层次。好，我们把肉片加下，哦，懂了。所以肉片包覆肉这一个汤汁跟酱汁，是的，拿我们的黑胡椒粒，好，全部加下。好，黑胡椒粒可以自己酌量嘛，喜欢辣的，喜欢这一个层次风味的，可以放多一点。是，然后最后呢，我们这个三色椒哈，还有小黄瓜就一起加下。哦，因为这个色泽哈，我们就是让它最后加下来之后定色，烧成脆口的。哎，你这菜卖相很好哎，真的。好赞哦！而且整个现在的黑胡椒香立刻炒出来了。是是是，我们加一点点的糖来调味了哈。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把它拌炒均匀。这个洋葱哈，炒出来要透，但是它不能整个软掉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
洪恩师傅的黑胡椒里脊肉片，连谭老师都赞叹，真的。而且我就说这个什么洋葱竟然能够跟凤梨有这么大的这个口感，真的好特别哦。哎，洋葱跟凤梨都是谭老师的最爱，对不对？对啊，对啊。但是我很少把这两个搭在一起。刚刚跟那个温师傅偷偷学的，真的。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个凤梨汁这一招啊，真的很赞，因为一方面又可以软化肉质，二方面又可以提升那个酸味，然后它这个酸味又不像一般坊间市售的那种番茄酱，就是又可能带咸嘛，它完全它这个酸味就是比较温和的酸，就天然酸，非常好吃。而且你看啊，这本来我们都会觉得吃起来一定很柴的肉，我经过这样处理之后，真的变得很嫩，而且它又不会嫩到说，因为你说太多会烂掉，它不会。它就嫩，但是你还是会有咬，可以咬下去的爽感还是在的，真的。而且我在外头每一次热炒店，如果吃到这种黑胡椒肉，不好意思，下面都是油。对哦，温师傅其实刚刚用相对少的油，然后吃起来是清爽，可是非常够味。是，对，没错。不过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国人哈，这个猪肉里面它有一种叫心。可我们现在，我现在帮患者验的时候，我们大概十个人验，我们在国人大概有大概两到三个是缺心的哈。心不要以为，如果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缺心哈？如果年纪大的话，你如果最近吃东西口味哈，越吃越重啊，这个舌头感觉吃的味道呢，心部不够咸哈，撸嘎撸当，这个舌头味蕾对心那个可能不够了，所以有这种况。第二个来讲哈，你们看你们的指甲，如果你指甲来讲或小朋友的指甲来讲哈，它有时候会出一些小小的白线的话呢哈，那一般来讲代表缺心。我看了很多人，我们带包括异位性皮肤炎、过敏严重、气喘的人，他这个指甲我都会先看这个地方。如果是指甲来讲，你有出现白线或者缺心，那猪肉里面有这个心哈，各位不要以为说心只有说女生啊，这个男生的哈，是的，女生都需要。它对我们这个胶原蛋白合成过程当中，它需要维生素 C 还有锌都很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抵抗力、免疫系统都要靠锌。一个锌如果过低的话呢，你很容易感冒，会容易气喘，我容易夜咳，甚至还容易怎么样掉头发，指甲会容易裂掉，这都特别注意一下。所以偶尔来适当摄取一些，像猪肉里面它有含这个锌，那其他两包牛肉啦。坚果类或者海鲜或者牛奶都有一些足够的锌。那问一下素清哦，有一些女生哦喜欢苹果肌，有多吃猪肉好像也可以补充维生素 B3， 对苹果肌也有帮助啊。对的，一般来讲哈，女生最近有流行一种养颜美容圣品，除了传统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维他命 B 群。你会发现最近有些 B 群就是诉求让你漂亮，为什么？其实呢，包括 B12 或者我们所谓的烟碱酸或者 B2， 它其实对我们皮肤的这种光彩啊或者恢复都很好用。而我们刚才猪肉里面除了说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它有锌。它有铜之外呢，它有 B 群在里面，包括 B12 啊或烟碱酸都在里面。所以同时，如果你同时吃全谷类，然后搭配一点点猪肉，不但可以让你不会缺血，而且重量会让你气色变得非常好，皮肤也会白里透红。好，那接下来除了师傅跟这个秋香姐姐分享的料理之外哦，知性主厨要分享一个也非常季节，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梅花番茄煮。而且首先主厨要分享的是。要教大家如何做肉条，对，肉条那个肉卷，就是我们去吃那种日式的那种叉烧肉，对，拉面都会有叉烧。那我们今天教一个很傻瓜版，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好，请问这一块肉的部位是哪个部位？这个是梅花肉的部位。梅花肉这个这一块大概是2斤。那2斤的这个大小，我们大概可以做成2条。好，对。那这边呢，我们要从中间这边把它，这个其实大小哈，我觉得建议是在25公分左右。这样做起来的肉条最刚好，因为如果你太长的话，锅子其实你要很大的锅子，你的酱汁也要很多。所以其实不建议小家庭可能1斤最好。对，那我们就把它修成我们要的1斤的大小。我们主厨今天准备的这一块肉有2斤，那一般小家庭可能买1斤最刚好，或者你买了2斤做了2条，你可能分开包装分开吃。是，那这个肉呢，我们把它再片一次。这个厚度呢已经有大概4公分，然后我们从中间再片开。所以如果我买1斤，我要从中间片开，是不是？是，没错。而且这个地方啊，你不用太在意说啊，我的刀工不好。其实你只要把它片得开，其实厚薄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都可以做调整。对，这边片开之后呢，我们就来卷它。好，那卷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破掉的、啊、都没关系，我们把它折进来。好。所以我买的1斤的梅花肉片形状也没关系，对，没关系。我先把它
片均匀。是。现在的目的是要均匀要折嘛？对，其实像如果这边有散的肉啊，你不小心切掉的，你都可以把它包进来。哦。对，其实都不会浪费哦。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卷过去。所以这个概念跟卷寿司一样。啊，对，卷寿司，那你可是你要卷紧，就跟寿司一样，你卷紧它切起来就挺。哦。对，那我们卷紧之后，等一下切起来就会很漂亮。哦。对，卷把它卷起来之后呢，那这边呢，我们开口是在这个地方。对。我开口就把它放在侧面，那我们准备棉线，那棉线的长度就是它的十倍长，它的十倍，对，一二，然后就是它十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那我们棉线放好之后，我们把它移上来，哦，缺口的地方，所以左边大概放一倍，然后放到第二倍的这个长度，对，第二倍，那这边呢，我们这一条线呢、折回来要绑的地方是。前面大概一公分，好，往前一公分，这边，你只要会打死结，你就会绑这个肉，对对对对，我们这边只要随便打一个死结就好，那不能拉得很紧，这个力道差不多要把那个肉稍微的绑住就好了，好，我们把它打一个死结，打一个死结就好，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把它拿起来，一样就这样绕，一公分一公分的距离把它绕过来，所以才要十倍，对，欸、其实做菜有的时候是艺术，对，艺术有的时候就是要随心所欲，对不对？绕得美有绕得美的 feel，对不对？绕得不均匀，可能也有绕得不均匀的 feel。那我们最后的这个线头呢？到最后我们再把它绑在最后尾端，对，最后尾端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打一个死结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观众朋友不是开拉面店的，对、所以绑的差不多就好。所以志颖刚才会讲，这是简单傻瓜版。对，所以不用太在意它的那个线绕的漂亮不漂亮都可以。那我们像这个啊，因为我们选的梅花的这个部位有比较没有这么的油脂那么多，对，它有前后段，对，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油脂把它稍微煎。好，煎一下。对，我跟你讲。其实，在家里头买一块肉很简单，可是绑成肉条感觉很 polo。就对啊。而且我跟你讲，就是要绑不整齐，因为绑不整齐，家人才会相信这是你自己做的真的，更有 Oliver Stone 的那种。对，那种做菜就是要有艺术随性的 feel。好。对，那我们取一个锅子，我们只要把它煎，就是让它把它的那个肉汁，把它锁起来。对对，把外面煎上色，像那种西式的烤那种英式牛排，也都会先煎过。哎，对对对对，英式牛排也都是长成类似这样的概念。它是，可是英式牛排的那个绑线的手法跟这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它因为它太大条，你没办法这样绕，所以它的绑法又不太一样。它是不是像东坡肉的？没有，它有另外一个方法，它就是一个结打一次，一个结打一次，所以一个环就是一个结，一个环就是一个结。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条就是表皮要让它先焦香，是，而且让它刚好锁住里头肉汁，然后它定型。对，让它形都定住，因为肉煎完它会缩起来，它的形就会定住了。所以现在的定型跟刚刚温国志温师傅先下油锅定型是同一个逻辑，对不对？对，因为你刚刚那一个肉片也是先让它定型，对对对，然后它的形状不会走掉。没错。好，是啊，其实我们不要煎到很焦香，其实只要有稍微那个颜色稍微变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准备用番茄来炖它。好，那我们这边还要准备很简单的食材。就洋葱，然后蒜头，跟一点百里香，那百里香不一定是用新鲜百里香，你有那种干的那种意大利香料都可以。对，那我们这边准备的就是那种罐头的那种番茄碎就可以了。好，对对对，这个是很简单的番茄酱番茄碎。对，好，就是它只切块没有调味的那一种的。好，所以先把它煎焦香，然后直接用番茄来炖它。对，那我们现在煎快已经快。整个都上色的时候呢，煎过了就长得很像外面卖的了。煎过现在长得很像日本拉面。对对对对。啊，我每次看到日本拉面师傅在那边绑，对，绑就觉得哦，那个好有达人的那种 polo feel 哦。好，那我们趁这个旁边呢一点点的油脂，把洋葱把它炒香。好。然后蒜头也可以把它加进来。配料其实很简单。是，很简单。就是洋葱、蒜头、百里香，没有百里香用意大利综合香料，然后再来就是番茄。是。可是要花时间炖。对。那这个呢，其实我建议家里如果有像这种炖锅啊，
你的汤啊跟它的汁就可以少一点点。那如果你的像如果是这种宽口的，你的汤汁就要多一点，因为它比较容易跑飞花掉，它的那个汤汁会跑掉。可是像这种锅子，它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在里面炖的时候，它的水分会自己再回收回来。对，因为左边那个是铸铁锅，右边那一个是圆锅不粘锅，是。所以如果我是用圆锅不粘锅炖，我的汤汁的比例要准备多一点，准备多一点，它没有办法掩盖过那个肉条。是。可是左边那一个，因为它是比较深的锅，所以汤汁的比例准备少一点，是。可是它的汤汁还是要包覆住那一个肉条，让它入味嘛。其实。欸，等一下哦，你会看哦，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大哦，等一下炖完之后它会缩小，所以你其实不用到整个把它腌过，大概是一半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哦，所以主要就是两种，看锅子的密合度啦，就是密合度越好的，越能回收水分，我就用少一点。没错没错，越烂的就是一直不出水分，就要用多一点。那我们整个肉的颜色都已经上色之后，我们就把番茄倒进来，对。那还有啦，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酱料，你可能要稍微让它翻面，这样它那一个肉条才会入味，需要是，对不对？才会均匀嘛。是没错啊，那这个固的话就很简单，你可能十五分钟去把它翻一个面，十五分钟。对，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水。好。对，用水就好了。这个因为等一下炖完啊，整个肉的那个甜味都会释放出来，所以这边不建议再加高汤了。好哦，因为而且番茄这一类的，以你今天下的分量来讲，它的味道也会浓郁。是，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量。是，假设是在原锅是这样的量。是，没错。可是现在看起来它的汤汁就没有覆盖过肉条，所以你就可以十五分钟翻一次面，十五分钟翻一次面。没错。那如果你的锅子比较深，你就可以整个把它包覆哦，让它小火慢炖。没错。那这个等它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汤汁呢，说滚起来的时候转最小的火，你只要那个寿司有稍微冒泡泡，有再滚就可以了。对。对，那这样的大小呢，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好，那个肉的那个质地会最好吃。对。那这边呢，我们事先有先准备了一锅。好，我们因为录影时间的关系，主厨我事先先炖的，就会长成就是像这样的冒这种小泡泡。对对对，没错，就是像这样的小泡泡就可以了。它这个小泡泡还在加热。对对，你看那個、它的那个水汽，它都会回收回来。对 對, 对，因为左边这个是铸铁锅，炖完之后它的大小会缩，也就是变小。等一下，它本来是那么25公分，现在萎缩大概剩下20公分。是的。因为肉会缩，然后它的油脂它的那个香气呀、汤汁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好，主厨，那我们炖好的肉条取出来要怎么食用？是取出来呀、我们要先把那个线把它取掉。哦，对，我们还要记得要有那个我们绑的 线，对，不要看到肉都嗨了。对，绑的线呢，我们从线头的地方把它切掉。哦、对，把它挑开。哦，然后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整个都拿掉了。哎、我现在这里闻到真的好香哦，那个、而且番茄很妙哎，番茄一炖久了加上香料，它就是那种意大利厨房的那种帕西里加番茄的那种典型番茄红酱香。对，那我们重点是我们主厨又比奥利佛帅太多。哦、谢谢哇！那个奥利佛，说不定他待会会分大块给你。好有心机。那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说肉要绑。它的形状才会漂亮，而且它的等一下我们这个切下去，你看哦，它其实是真的有肉汁的哦，哇，因为它里面是有那个肉汁，对，哇，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我们主厨这一个番茄梅花肉好好吃哦，好吃。这个口感是软的控吧，可是调味是番茄口味，是。而且炖久了真的就软呢，好滑口，好软哦，颜色很漂亮。那其实我觉得它叫炖菜也不是，我觉得它只是一直泡在那个酱汁里面，因为我们是用最小火，你不要让它真的滚，对，不要去炖它，就是把它泡住而已，对，这样它的肉比较不会受到你很大的那个火去，对对，把它炖太烂也不好。这个今天虽然马可不在，但是我来讲，这就是地中海式的控麻。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地中海式的控麻，大家都知道地中海相对健康嘛，用番茄来炖。那你知道它这个口感真的就像你做控麻那么软嫩？可是重点在于什么？我们做控麻，我们通常是丢肚子这一块肉，就是油花多的。可是今天自己用这一块是其实相对瘦，大家在卷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瘦肉。可是瘦肉它经过这样卷。然后经过那个整个炖煮之后，它也可以软烂到有那种控麻的口感，对，就是所以负担是低的，但口感可以一样，所以大家
家里可以学这个做法，就是你稍微用一点变化的手法，你可以在比较低热量的摄取之下，还可以吃到好的口感。我打个岔，喜欢吃空吧的台客一定喜欢，对，一定喜欢，一定喜欢呀，口感一样，可是它是番茄口味，而且中国这个番茄酱哦，你还可以留着微面啊，或者拌饭吃。我就想说，你这个时候快完成的时候，你把那个通心粉丢进去煮，然后你就有主食，然后你又可以吃那个汤汁，然后这个肉又软烂，对不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如果台式的空吧放的可能是酱油糖盐，可是这个因为番茄本身呢，它对男生又很多人都知道，对男生想说啊射护线，其实没有哦。他们发现那种受孕就精子活动力比较差的那一群男生里面，因为他们身体茄红素的浓度也相对低，所以说不定也可以帮助生育。所以你看一根立够，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男生最怕什么？不就是男女都怕脂肪肝啊，担心肺癌。他们发现适量的摄取这个番茄这个熟成哦，老实说对这个脂肪肝啊跟肺癌的预防也有帮助，所以吃的又好吃的又健康，还可以防我们现代人最怕的疾病。哎，真的，而且谭老师如果红肉吃多，你也非常推荐大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或者芭乐嘛。对。其实蔬菜水果呢，哎，其实可以让这些哎油脂赶快的一些排掉。然后最重要的呢，其实那个过去曾经有人就认为说，有一些红色加工肉品啊，吃高维生素 C 的，有助于这个有毒物质的排泄。但是那指的是加硝酸盐的，那这个是新鲜的红肉。其实呢，你就多吃一点蔬菜水果是很重要的。那请教一下刘医师哦，网络上还另外有一种这个谣言说多吃肥肉延年益寿，是真的吗？你知道我看了那个。我就想啊，又来了哈！我 search 半天，我想说是不是哪个大学哪个教授啊做研究，后来找不到。各位哈，这个不要相信这个话，为什么呢？哈，我们这个肥猪来讲，里面这个我们讲它是因为饱和脂肪嘛，大概占了30-40%。然后这个我们在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如果学点化学知道，那个饱和脂肪呢是一般是单键，好，如果说不饱和脂肪，它是有双键，不可能加热的过程当中。我的饱和脂肪会变成一个双键，变成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天方夜谭哈。而且呢，好，他们说可以降血压，好，降血脂，那个骗人的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牛肉的饱和脂肪大概占了52%以上，猪肉大概42%以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如果你胆固醇过高来讲哈，我们要限饱和脂肪。这时候你还相信那个鬼话的话，你还把那个东西啊什么煮烂你的猪肉啦，又可以再帮助降血脂、降胆固醇，是骗人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句话。对。但是我们今天相对上，不管是秋香姐姐做的这一个养生松板猪，或者是我们温师傅做的黑胡椒里脊，或者是知影做的这一个番茄炖肉，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烹调。跟比较健康的选择嘛，对我们一般红肉来讲啊，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就担心有些风险，但是呢，今天三位大厨做的呢，它有个特色，里面纤维量都非常高，纤维量加的非常多，你不管是番茄、大蒜、洋葱这些蔬菜、甜椒，大量的这个纤维下去之后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肠道里面你吃下去的红肉的一个移动的速度，可以促进它排泄哈，所以事实上来讲，可以减少红肉里面一些我们讲说这些有这个有铁的这个血铁质对于肠道黏膜的刺激哈，所以爱吃红肉的人，我们建议他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还是把这个数量呢减少，频率减少，第二个配上大量的蔬菜水果，这样子的话，你吃红肉是比较安全的。对，所以猪肉也要聪明健康吃。是的。好，谢谢刘医师的叮咛，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食谱跟做法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哦，拜拜，谢谢。